咁啊，琴日走咗去睇二手車喎，咁啊揀咗架車，原本都冇諗住講出嚟，直接攞到架車為止，咁啊唔覺意漏咗嘴。有機會再講下揀二手車嘅問題啊！交咗好多錢學費噶啦，可以話交咗成幾萬蚊學費啊！咁啊，而家得出嚟嘅經驗咧，對於好多新嚟嘅人咧，可能係真係寶貴嘅經驗啊！我可以話，好多謝收睇，歡迎訂閱，有機會真係聽下我講二手車啊！因為家人做過買車，亦都同呢個 mechanic 好熟，亦都係唔係由車行度買嘅架車。啲 mechanic 嗰古靈精怪嘢咧，真係多到不得勝數。因為我自己都識整車嘅，如果你話俾我有個碑去整車咁，我都唔需要幫襯人，自己拆開點補嘅啫。但係反為咧，我成日叫人唔好自己整車，尤其是自己唔好捐車底，因為一掃冧咗個積咧，一砸落咧就冇命啦。我亦都見過一個俾個積砸到個身穿咗個窿，而奇蹟都冇穿到，硬凹咗啫，即係個人硬凹咗啊！而家都奇蹟生還啊！咁呢個仁兄啊，一個美國人啊。走嚟講道啊，即係講佢親身嘅經歷，耶穌點樣打救佢啊？如果冇耶穌打救佢，真係大鑊啊！真係，正如當年耶穌打救我一樣。咁啊，大家都知道我係一個基督徒啊，因為病嘅緣故啊，家庭嘅變化啦，好多嘢都係神嘅恩典先有今日。好啦，多謝收睇啦，真係歡迎訂閱啦，拜拜。我而家揸緊呢架車賣咗啦喎，五嚿水賣翻俾車行，我真係唔捨得啊！個冷氣凍到啦，流鼻水嘅可以，真好堅啊呢個。同埋嗰幾支火嘴咧，我自己親自換嘅，所以而家咧架車咧都冇話發冷啊、打冷震啊咁樣。以前就因為咧個車頭行咗上嚟震下震下咁樣，我啊懷疑佢啲 spark plug有問題，所以呢我就買了四支頂級的，接近成20元一支，十幾元一支，最靚的波鼠，同埋呢佢係一個叫 vanadium， 即係一個佢話比白金還要好的金屬，唉，真係嚇死你。好啦，真係拜拜，訂閱啦。